各位观众，2014年到了，这是一个马年，我们中国啊，估计过年呢是天干地支，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午马，今年是马年，为了要祝福大家在马年的这个事业啊、生活的发展，我就用这个“駿程萬里”为大家祝福。过去是“鹏程万里”，那大鹏鸟啊一飞万里。现在我们是遇到这个马年啊，这个是好的骏马。也能是万里奔腾呢，向前途迈进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进步，希望向前。那么我就建议这个“駿程萬里”啊，为各位祝福平安吉祥。